人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努力，忽隐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。要想眯着半天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一次的约会，你约我就出现。不是每一通的电话，你打来我都会接。爱情不是投入越快，就可以收获更多。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彼此宠爱。